他们水混凝土厂的水出来，草莓死的，根上的根烧掉，全部污染掉死掉，碱性太高。谁厂在这里？混凝土厂。混凝土厂？在对面。你的厂门在这里？哎，隔着一条马路的呀。下面有一个涵道过来的，他们水。有个涵道。他们那个污水全部往那下面放的呗。陈老板在诸暨英甸街镇承包了十几亩土地。他说的涵道出水口就在附近，宽约一米，高约半米，估计是下过雨的原因，水流比较急，看上去水也比较浑。陈老板介绍，需要用水时就用抽水泵从这里抽水。我这里呢是这一片的土地啊，草莓啊，全部是用这里的水的。这个水哪里来的呢？这里水是上面有一个水一个水潭，是农业用水。水库啊，水潭？它大的潭，大的水潭，小水库。哦，这农业用水，我就这里抽水了，用的这一片田的土地啊，全部他们农业了用水了，都是这里用的。那怎么又扯上水泥混凝土？他们的污水呢，全部往这里呢，放到这里条沟里面来，放到这个农业用水的沟里面来。那他们的沟，他们的排水沟跟这个是相通的吗？哎，相通的吗？大棚里的草莓看起来确实情况不乐观。承包的这个田地一共有几亩？13亩多14亩左右。哦，用来种草莓的有多少？种草莓大棚里面17亩左右。哦，其他的是用做什么呢？草莓苗、瓜，香瓜、西瓜。哪一年开始的？我是三年了。那这个水泥厂应该在这里也不止三年了呀？不止，它以前水大的时候不要紧的吧？水要是水做了大就不要紧。它是刚好水没有，这两年呢干旱了，没有水。水嘛，他不肯给我们放那个农业用水了，上面塘里面了，他就不够，他们厂里面就这么水不肯再给我们放呢，他就下面的水好用的，这我们下面的水吧抽来吧，他把那个混凝土的水了放下来吧，我们抽来吧用去，死掉了。什么时候的事情？去年前年两年了。那拖到现在？我去年跟你讲多少，反应几个月了呗，你发现就反应了呗，十一月份。跟陈老板的草莓园隔着一条马路的是浙江双英混凝土有限公司。这个渠里面水它不能用的，它怎么会用的？它这个水关的话要水库里放的。他说这个水就是水库里的水啊？不是水库，这个水怎么会是农业用水？农业用水他们要水库里就放下来就能用的。记者提议到厂区里看看，英主任同意了。一进厂区，记者就看到有一条水沟通向厂外，里面有水流动，水看着也比较浑浊。英主任，这个水哪来的？这个水不今天下雨，这个水库里面一个水库的厂区这个水雨水嘛，它水我们这个山面都是山嘛，这个山上的水，哎，山上的水不是你们水泥厂的水，水泥厂我们是零排放的。零排放为什么还要弄这么个沟呢？那零排放的，我们生产用水是零排放。你这个下雨了，这个路面这个水，这个厂区是山沟里，是山上下来的水都那主要一个出口的了。哦，您的意思这个就是你们厂那个雨水沟？哎，对，还雨水的。对。英主任介绍，厂里再往里走有专门的沉淀池，是用来处理污水的。不过沉淀池上面是完全覆盖住的，从外面也看不出什么，就不邀请记者去参观了。那你们生产的污水怎么处理呢？生产污水是没有的，是那个有那个池，是那个生产用水用个池了以后再给它是那个用掉的。沉淀池。哎，沉淀池零排放。陈老板怀疑是马路对面的混凝土厂排污，导致自己种植的草莓大面积死亡。水泥厂说自己零排放，当地镇政府说他们为此做过调查，也有检测报告。水泥厂我们上次现场了，都去看过的啊。那它包括现场的话，它有两个水渠，那两个水渠呢，它主要是用于那个清洗式啊。是用于清洗的，然后上面都是，有那个东西覆盖着的，然后这个水啊，他们都是循环利用的，不可能存在排污的。哦，那我现场看到那个沟，他们是不是雨水沟是吧？那个沟啊，对，它路面那有些下雨的时候，它水肯定要排一下嘛。哦。下雨的时候那些路面的那个水。就你们确定他们那个生产污水不会通过这个雨水沟排出去？不会。镇里分管工业的赵主任介绍，据他们调查，混凝土厂的雨水沟虽然跟草莓园附近的水渠相通，但没有排放生产污水，
而只是排放雨水。至于那个水渠到底是不是陈老板说的农业用水水渠，得农业这块的同事来回答。他反映一个情况，说上面一个小水库，当下游水不够的时候会放水下来，是吧？有没有这个说法？小水库。说法，这他的这个说法，那个水上面啊，农民的以前都造了一个小那他的说法靠谱吗？实际情况倒不太清楚。草莓园旁边那个有一个水渠嘛，看起来比较大的，他说是农业用的水渠，是这样的吗？算农业用水渠，应该算农业的，算了是吧？应该算农业的，因为旁边都有田啥的。双英混凝土厂的英主任也一起到了镇里。因为这个水啊，它是这个从那个源头，我们这个水库它这个水源地那边，我们基本上专人在放到这个我们这厂里面这个水库，这个上面没有的话，那个水源地的那个水是为你们水泥厂服务的。这个是我们为水泥厂服务的。那会不会他们农业用水？农业用水是对的嘛？这个都是首先是保证你们农业用水，你们也可以去放的，也可以用的。是由你们去控制它的，是阀门的是吧？我们在控制嘛。英主任介绍，上游的水源是由他们厂里控制的，但是下游农业需要用水，也可以去上游水库放水。镇里出示的检测报告显示，草莓园里的土壤在酸碱值、重金属含量等方面都是达标的。此外，对草莓园附近水渠里取样的水也做了检测，结论是二类。二类水指的是受轻度污染，经常规净化处理，水质即可供生活饮用，属于比较好的水质了。起样是哪一天起的？11月24号。而且去的时候，我会跟他去讲，你这个拿去肯定好的。为什么？那就是那个清的水，你这个水拿去肯定好的吧？我说我要检测是那个浑的水出来，浑的水，哦不好的，那个清的水肯定不会死的吧？我前面种起来草莓是好的吧？陈老板的意思是，当时取水样只挑了水渠里的水比较清澈的时候。那你们有没有按照他的建议，浑的水也起清检测一下呢？浑的水后来没检测过。那为什么不检测呢？后来没看过，没检测过。清水和浑水的检测问题，陈老板准备先搁置。他对接下来和混凝土公司的共处有一个建议。一个企业也要生产，但是你放水的时候啦，你要那个沉淀啦，要放。如果要放啦，你不要想天天放，你几天放一次，那放下去。你的意思提前跟你打个招呼？提前跟我打招呼。如果说你要不跟我讲，那省事，我肯定要找你。这个已经说过了，上次我们这调解以后，他到现场去看我们，这个放出来的，我们沉淀这个饮用水绝对一点都没有。那我问一下工业的同志啊，你们在他们那个也不叫排污现场吧，就是他们那个生产污水的那个循环使用那个地方，有没有装一个监控摄像头？监控摄像头应该有的吧，都是。有没有？结构上的没有了，这个不用找了。我们是环保，这个整个他们反正每一个月一次都要来看，装下来，打消老百姓的疑虑嘛。我们下游，我看看，不管他草莓园，还有一些其他的那些农业的那些东西，不光光涉及到陈老板一个人嘛。我建议装一下，好吗？这倒也可以，对，也可以。截稿时。绍兴诸暨英电街镇工作人员反馈，已经在混凝土厂生产污水的处理池这里装了监控探头，并且监控后台已经放在了镇里，欢迎陈老板在内的下游农户随时去查看。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。